虽然在整个分组恐怕是一胜难求，但是打的内容都还不错啊！这个球三垒手拉了一下，捡起来再传球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。那二垒上跑者趁这个机会又上三垒，不过三垒跑者也那个动作完全不对，你要买离开那么远了，就直接往本垒冲，其实就可以达到目的了。也在半路了哦，当然小朋友的夹杀能力还没有那么好。留在半路了哦，绝对不是正确的一个想法，这个都不可以哦，就直接冲了。杨教练讲的就是现在画面上看到的这个秦基恩的部分，没错。